魔术是不是进步了？大家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歌吗？大家等一下要一起跟我来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的音乐全部也重新来一下吧。我们先预习一下，我们有个快乐的密码叫做……我们试一下，哇啦哩隆啦。这边哇啦哩隆啦，只要念出这个密码，所有的事情都会清除它的沟通成本，所有事情都变得非常的简单，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非常的快乐。我们全场再来一遍，哇啦哩隆啦，谢谢。把蜗牛都放大，把气泡堆成塔。上帝即便火花，无所谓绽放，无所谓多伟大，一摸你就出发。
谢谢谢谢。